伤情有没有重大伤情，学校的领导都已经去各个医院去看望这些受伤的人，目前大概总是四五个还是怎么样，就这个就很难统计啊。有些擦伤的在那里是不是我们学生啊，还是那个我们从目前呢我们打120这边有些稍微轻伤的我们都已经把他送出去了呢。咱们学校的设备有没有损坏啊？那有那当然有，所以我们现场有些电脑摆着的啊之类的啊，电脑啊有些教学的设备啊之类的。